我那个天哪，这不知道谁又放两只啊！不知道谁又在门口放了两只小狗，再续一趟超市买点卫生纸。刚才问邻居家的阿姨，她说她没有看见，说以后有的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是醉了！天呀，救不完了，这一只小花狗包，一只小黄狗，冻得直发抖。还是害怕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两只小可怜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先拿回去。天呀，胆子好小，都不敢出来，你都不敢出来。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，三天两头还是放。刚才那个邻居阿姨也说了，以后有的是，说都知道了。哎呀，你们说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啊？这边的人，你跟他说也没有办法，你让他，你不要他就丢在对面垃圾桶，就这样，他们也不做绝育。这个长得有点像阿卢啊，全是阿卢犬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，还是长得有点像。